脚上还有伤，所以他必须要慢慢的走上舞台跟大家见面。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背号七号后场得分重磅手，最敏捷的后卫卢杰明，非常有交际的出场。接下来登场的是背号十二号，深情的外表却是致命的射手阿杜杜玉成。接着登场是背号二十五号，曾经的新人王到现在的得分王吴继颖，欢迎得分王。接着是背号九号，身高196公分，名扬四海蔡阳明，欢迎我们正宗的成员。接着背号九十八号，绰号全上射手，全心夺胜黄奕胜。再来是背号十号，中距离稳定炮台让人信赖的得分手张顺成，以及我们背号六号琼斯杯女士大比的国手谢玉珍。接着登场是背号三号，历经伤痛满血回归再创奇迹于梦云。接着是背号二十号，高中的冠篮王，篮球小王子刘静，以及背后十七号国军的骄傲上将刘洪博。